老板，你的心怎么卖？我的心可不卖哦。老板，我说的是这个心。哦，这个心啊，2块一个。给我拿来。来。好嘞，给钱了，老板啊。哎，老公，我想去染个头发。染什么头发？不用钱呐、啊。我就染个普通的，要不了多少钱。走嘛，陪我去。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去了。老板，染个头发多少钱？普通的800，高级的1600。啊，这么贵啊！还是算了。这个价钱还真贵。哎，阿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师妹呢？不知道。怎么，你们吵架了？没有，书信给你读。这个，我肯定又吵架了。你是不是跟阿金吵架了？没有啦。你说染头发吗？怎么没染？太贵了，不够钱。外面染肯定贵啊，哪有自己在家染10倍？来，我帮你染。你给我染，这多麻烦呐、啊！有啥麻烦的？能省不少钱嘞。来，坐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过日子了？你都跟我提过好几次，说想染头发了，我都在网上了解过了。像你这种爱掉头发的，发质又差的，要用这种植物染发剂，这里面含有7种的植物成分和5种植物油精华，不伤头发的，用了也放心。你会不会哦？像我头发这么黑，要不要先漂一下？不用的，很简单的，这2支染发膏搅拌一下就可以上头了。这个染发的同时还可以护发。你还别说，这真的一点都不刺激头皮耶。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剪的。好了，戴上头套等30分钟。嗯，走，我帮你洗。嗯，好了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三姐，好不好看？好看好看，都年轻好几岁了。好喜欢，因为我来这里来干好看。不是理发店染的，是我老公帮我染的。啊，今天是我做理发师呗。这个很简单的，在家自己都能染。我也是照着说明书来的。这个效果确实跟理发店染的一样。阿姨，你要不要染呢？我用我老公帮你染一个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跑头那么想再染多了，赶紧染，染完喝猪心汤啦。好，阿姨，来坐这里。好看吗？哇，阿姨你染得真好看，来喝猪心汤啊。阿姨你染得真的显得年轻好几岁耶。这个东西很丰田，我肯定爱染几个买的那年。真的很好看，加